真的孩子。老师好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嗨。阿布卡巴。阿布卡巴。马来西亚的朋友是吧？对。十一岁是几年级？五年级是不是？好小啊。五年级，你第一次登台是几岁？好像六还是五岁这样。哇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四岁就喜欢唱歌了。巴蒂。这里，你觉得刚刚姐姐唱怎么样？哦，很好啊。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影响到你？一点点。唱的歌是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因为歌词说了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就是讲我很小，但是我有很大的梦。老鼠的选歌，你看他进副歌什么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加上他那个老鼠的面罩，然后再加上他的笑容跟缺一颗牙齿，你会不被他打动吗？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。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不太像他现在的年纪的状态的声音。对对对，是爸爸妈妈在这边啊？这个是爸爸妈妈吗？一个是我的老师，一个是我的妈妈。哦、okay.因为我对他声音还蛮好奇的，是想知道他声带方面是有使用过量或者是其实不会，因为他是马来人，他们母语的关系，所以但是他们唱中文歌就有点像一些外国人唱中文歌的感觉，这样就是说话方式他也不会刻意去压制，他原来就是这样，原来就是这样、哦、是是是。好，那我们来投票。